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盲女。好，这次的皮肤呢是书记官唯一抽到的一个紫皮，书记官非常的悲惨啊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众所皆知，就是昨天抽的时候呢，出了两次金光，但是有一个重复的。我想讲一个概念，就是你去玩娃娃机的时候，抽娃娃夹娃娃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呢你技术非常糟，你非常烂，然后呢你就一直抽，不是抽，对不起，是夹。一直夹到最后呢保底了，哇哦，终于拿到你想要的，但是你保底了嘛，因为你花足够的钱。然后呢想要再夹另外一个娃娃之后呢，你又技术非常烂的继续夹不到。然后呢你就夹到了，因为保底了，所以又夹到另外一个你想要的娃娃了，太棒了。但是在游戏呢完全不是这样子。游戏呢就是你抽，运气不好一直抽，保底了，抽到你想要的紫皮了。金光出来了嘛，然后呢你又想抽另外一个角色，于是呢你又继续花钱抽，哇哦，保底了，但是重复的。你可以告诉我这样叫保底吗？我个人是觉得这不叫保底吧，因为你还是必须花很多钱然后抽到你不想要的东西，那哪叫保底？那不叫保底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手法，并不是真的叫保底，好吗？保底就是抽到一定的金额之后呢，然后就抽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角色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保底，好吗？红夫人过来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抱怨到此结束，我们要来稍微溜一下鬼，走喽！一次用完，敲盲杖之后呢，跑起来之后呢，你看各视角非常清晰，就高光的。怎么忙过来了？哇，红夫人好快哦！我跑这么辛苦，然后你这样子一个镜子就过来，是怎样？有没有尊重过我啊？有没有尊重过我的辛劳啊？很累，好吧，我觉得红夫人就是这样，太嚣张了，就是一个镜子就可以过来，就是飘忽不定，来来去去，对，仗着有一个镜子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也是很会溜的，好不好？我被打到吗？我看好像，我被打到一下，对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来溜鬼。我很会绕圈圈哦，我是一个很会绕圈圈的盲女，来来来来来哟。打不到，好，继续走，来喽！我打第二下了，糟糕糟糕，非常糟糕，接下来呢就不太妙了。盖个板，来了，镜子来了，转点，跟我不能玩呢，就是不能跟他用镜子之后就不能绕圈圈了。我差一点，因为会非常的危险。我们继续转到这个点来。应该是会追过来啦，哇，糟糕，红铁在那边，不太妙。不过先知过来帮忙嘛，先知过来帮忙压个板，赶快走。好，在被压板的同时呢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呢逃离了。有逃离吗？没有逃离。好，反光箱在移动。来了。哦，这个角度算的真的是很好这红夫人很会玩好，还是没打到，差一点。继续绕，糟糕。糟糕了，好，我被抓了。我在想说，好不容易玩个盲女，然后玩双剑应该来认真破译一下的说，结果呢还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没办法。红夫人真的是吼，还是因为看到我是这漂亮的紫皮书记官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也是花了很多钱才抽到这个唯一的一个紫皮，好吗？超级悲惨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既然被抓那就没办法了。好了，我们等这个倒数结束再看有没有人来救好了。好，先知来了，走了，先进去好了，有点危险。红蝶在那边，但是似乎没有出现鬼面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上去二楼被治疗。因为先知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他想要治疗我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盲女快要飞了，好，盲女被救了。好，我们这一局有两个盲女，对，我已经算是中流砥柱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溜了红夫人溜多久啊？不知道应该溜蛮久的吧。还是还好，没有注意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知先把我摸回来，然后呢，囚徒倒地被抓，然后呢，盲女刚刚被救，有搏命挣扎结束了，然后呢，
然后就先这样子好不好，我们先摸回来，然后破译机最后剩三台了，所以呢进度呢算是还 OK 啦，对，速度还可以。然后正好顺便介绍一下，反正闲着闲着，周路师盲女两个先知勘探员祭司调香师还有一个咒术师。好，摸回来了，我们现在这破译完了，那就先来买个道具，先知先买，对，他先买我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救了我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，因为道德的关系呢，不能把别人道具捡走，要不然被怨怼，所以呢，就是自己买自己的。对，这个好像这个信任呢，目前还是存在的，对，没有被打破。好像有些人会捡别人的道具，是不是？我是没遇过啦，我是目前都是遇到一些蛮善良的逃生者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跟先知一起破译，剩最后两台了，其他呢就心无旁骛了，好不好？我身为一个盲女呢，六鬼本来就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呢，主要的本分呢就是破译。那现在剩最后两台了，说什么呢？也应该要发挥盲女的这个天赋呢，把机子赶快破译完。哎呦，红蝶飞到二楼了，但是似乎这样子看不到我哎，这个距离鬼面具没出来。好，太棒了，破译完了，剩最后一台了，走喽，加油！似乎要靠我把最后一台破译完了，对不对？感觉其他人都很忙。对，好，我来破译完最后这一台好了。对，终于发挥盲女的天分了。OK， 那现在呢，飞掉了一个盲，盲女飞了、哦，好吧，飞掉了一个盲女，剩最后一个盲女就是我了。然后呢，其他人呢在努力当中，我也在努力当中。然后有箭头，是不是要过来找我啦？是谁？好、哦，红夫人镜子放在那边的话，应该就不是往我这边过来。诶，打到了谁？调香师跟咒术倒地了。Oh my！ 好，我们现在继续破译，真的就是心无旁骛，因为救人的什么的先不要管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，再不破译掉的话呢，很容易就变成一直兵败如山倒了。哎呦，过来了啦！糟糕，是谁？啊，又是红夫人！我的天，心很累。诶，没按到香水，为什么？真的没按到诶。好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两次机会，没有，还有一次机会啦。好，哎呦，刚刚一开始没有溜得很成功，这次呢一定要把你溜好、溜满、溜爆你，好不好，红夫人？来呀、啊，再来呀、啊，再来呀、啊，香水，嫩，继续，呛别人嫩，然后等一下倒地就好笑了。好，继续走，绕个圈圈。我刚刚讲了，我很会绕圈圈，所以呢，不要威胁我。所以呢，不要挑战我。哎呦，我溜120秒，终于看到了，才120秒而已哦。哇，那溜的时间真的蛮短的。嘿，怎么样？香水用完了，糟糕，完蛋了，接下来呢就麻烦了，接下来就真的很麻烦。最后一台机子靠别人破译掉了。好，密码进度 71， 我再忍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来个大心脏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往船上走，是不是？ 83， 再撑着点。再撑着点，最后一下啦，赶快走啊！我要上船了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破译完了没？在等你呢。97了，可以咯。耶、yeah ！破译完了，太棒了，大心脏了。好，来绕圈圈。现在是怎么样？穷追不舍是不是？我买撬棍了。好，我继续牵制红夫人好了。再翻，快乐的第二圈，还来？还要来吗？180秒咯，快乐第三圈，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跟你玩快乐第三圈的。好人嘞，好下来了，思怀就追不上，快乐第四圈，等了绕几圈呢、啊？哦，用了技能，好像换位之后还是在楼上，是不是？好，快乐第五圈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放弃了。好，这边一个针筒，太棒了！刚刚买一个针筒，买个止血剂，然后再加针筒，完美。好，然后呢就可以准备走了啦。好，橄榄球先买好，然后呢先治愈。好，走到几个了？现在走到一个咒术师，然后呢先是被抓，看到眼受伤，盲女被通气，就是我在这里治愈，但是没有人敢上来，因为我太猛了。先自己讲好讲满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出去了，我们现在差不多了，大门已经开了，是不是？看他也被抓，糟糕！但红蝶似乎没看到我。好，
好不？趁他以为没有人救的时候呢，偷偷出来救人。不错，救掉，耶、yeah, ，救掉了，太棒了！我来 cover 你，我还可以挨一刀吧？对，我还可以挨个一刀，没问题，来吧。红蝶来了，来呀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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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挨，尴尬喽，刚那下没打到，好，我要走了，拜。现在剩下场上剩下最后三个人，来看一下。哎，两个都在这里了。哎，跳了，跳了，都跳了。好，全部都跳光光了。好，赢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盲女的影片喽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喽。想追我们频道的话呢，不要订阅、开门、小铃铛、IG 呢，不要追踪我。我是万赛，再见，拜。